做压力要配的仪器有压力测试仪，然后推压的计，还有一个机架，然后还配秒表。这些东西配齐了之后，我们拿样品做压力的时候，先把样品放在这个压力的嘴，至少要推进去四分之一，那个零点就是0.25毫米，也可以放深一点都没问题，最少是要深入0.25的。然后这样深入进去之后，我们就要用这个水压机架这样的装置，这样的压下来，然后压到标准要求的力，以5秒钟的时间达到标准要求，然后再等待10秒。等待10秒完之后，看这个产品有没有咬断，如果咬断的话，就要用那个小物件量筒去看它是否是小物件。如果是小物件的话，我们那个判定的话就是咬完测试之后产生的小物件，那就不行，完了。